14号2019年周一早上，今天呢对于洛杉矶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还算比较重要的日子。今天是洛杉矶整个学区的所有老师的罢工，所以现在应该是所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公立的里面都没有老师，老师全部罢工游行了。我现在在 Venice， 就是我工作的一个学校，在一个还蛮有名的威尼斯海滩的旁边，是一个还其实还不错的一个公立学校。现在人已经走光了，大家都去了 downtown 继续游行。现在是罢工的第四天，今天雨很大。我看新闻说洛杉矶地区这两天就是连环车祸啊，山体滑坡啊，就是各种各样的发水灾啊，就天气真的很差很差，所以我们还在 strike。 说一下 strike 是什么情况吧，简单就是说洛杉矶联合学区是一个特别大的学区，应该是全美第一或者第二大的学区。然后近期呢，去年的时候学区来了一个新的领导人，叫做小 Bill。小 B 呢好像非常不支持公立学校。这个学期呢一共有两种学校，一种是纯公立的，就是大家不用花钱的公立学校，还有一种是叫 charter school。 charter school 就是虽然是公立，但是好像外包给其他人，就是 那么说回来，为什么要 strike， 是因为基本上就是小 B 因为不支持公校，所以拨的钱很少，所以学校呢基本上就是没有 nurse， 没有护士，然后没有 counselor， 也没有辅导员，然后没有图书管理员，然后老师也不够多。所以像我们在学校呢是一个人一天要教五节课，所以我教数学一般情况下从头到晚一整天都在不停的讲话，非常非常的累。还有就是我们教室理论上一个班小班教学应该是只有15个人，正常呢可能是20-30人，但在我们教室呢基本上都有37-40、40来个人，根本放不下那么多的桌椅，根本放不下。所以呢就是因为没有拨很多的钱给学校，学校没有办法 hire 很多的老师，所以就是那个教育资源分配的非常不均匀。但是并不是说学区没有足够多的钱，就是说只是小 B 上任了以后他不愿意拨那么多的钱给公立学校，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们正在罢工游行。这个罢工其实从去年我们就已经开始说了，说可能感恩节，去年感恩节1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罢工，但是就一直在我们的 union 一直和学区在不停地聊，谈，最后还是没有谈妥。所以呢就在今年1月，哇，我有些喘不过气来了，就在这个周一刚刚就开始了 strike， 现在已经周四了，我不知道会进行多长时间，可能会再有一周，反正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的。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教师的工资其实是不高的。对于在洛杉矶地区而言的话，我们这个学区的工资特别特别低，他这个学区的工资应该算是全加州数一数二的低了，所以在洛杉矶这样大城市活下去是不太容易的。虽然很多人都说老师嘛有那么多假期，其实就工资低一点也正常，但是就是如果工资低的话，就会有越来越多就是水平比较高的人不愿意去当老师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说你能工资高一点是一点嘛，对吧。 I don't know about you all, but yesterday I felt like we were walking into history.